模式里面，你把色，你在 HSI 模式里面，你把饱和度降到零的话，你会呈现那个6200K 的白光。那我们在 HSI 模式，如果我们在 HSI 模式里面，如果你一直把饱和度降低，降到零的话，它会呈现那个色温模式的6200K 白光的部分。